现在说到在公开场合哺乳，有很多的妈妈还是不太敢哦，除了不方便之外，也觉得不太好意思。不过桃园有个年轻妈妈超大方，不但是在大庭广众下非常自然的哺乳，而且还把这些哺乳照片 po 上网跟大家分享。她的部落格已经吸引了超过60万人次点阅。靠近妈妈胸口才8个月的子欣尽情吸着母奶，这几张哺乳照一被 PO 上网就引起广大回响，几个月就吸引60万人点阅。他说其实你放上去也没关系啊，因为看起来很有母爱，让大家知道就是喂母乳对小孩是好的。大胆放哺乳照的人就是他，陈怡芬，今年才22岁，大眼睛娃娃脸，159公分，45公斤，身材浓鲜合度，比没生过孩子的人还好。辣妈不仅敢秀照片，更敢在公共场合公开哺乳。一开始会很不自在，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有时候会跟长辈出去啊，他们也都说哎没关系啊，你直接喂就好了。甜美辣妈放胆公开哺乳，还拍照留念，网友反应拜拜款，可能说哎你这样好母爱，然后有些会说就是我也想要吸啊，然后不然就什么的。只能说现在年轻人秀身材落伍啦，敢秀自己哺乳照，还顺便宣导健康喂母奶的观念，才上道。民视新闻钟佩宇、张君伟，桃园报道。